叫黄明山，我是龙华人才其实中心的店长，然后我们位于那个新庄围，然后接近桃园的地方，然后我们旁边有龙华科技大学跟光启高中跟回龙捷运站，然后我们店开至今大概27年了吧，将近30年了，然后本来是由我老爸来经营，然后再由我来接手为大家服务，然后扩展事业。以前我们只单纯做轮胎，所以以前是龙华轮胎，现在把它作为龙华轮胎汽车修复中心，让市场更开阔，然后服务人群的更多，然后把这市场更做得更广泛一点，然后我们甚至还采购了原厂的双边原厂机制啊，然后一些设备，不只单纯做轮胎，因为我们希望能把你的爱车全部给包含进来，然后让你的爱车更开得更放心。我们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，然后我们现在礼拜天都公休，因为让师傅也更加的休息，然后不要做那么累，然后让服务品质更好。我的营业项目有轮胎铝圈基本的，然后之后我们还有做增加的快速保养跟引擎修复，跟冷气跟电机的部分，就是把你全车的搞定。然后像相对的，我们板靠也是有配合的，然后还有隔热纸玻璃，反正只要你的爱车交给我们，全部都帮你搞定。只要你信任我们，我们就把你的爱车搞到最好的状态给你的。我们目前有3个维修技师，然后有以前的专业技师跟底盘专业技师。在引擎方面的话，让你有享有原厂的一样的同等的服务，然后一样的价值，让你不用因为担心到外面维修跟原厂有脱节到。然后我们目前有1台定位机，然后3台一般的定高机，所以让你不用再等待时间。或者说你没有空的话，可以通电话跟我们预约，我会到我们为你签证服务，这都是免费的服务。我们的机制上面，我们还有去提升，就是我们去考了引擎证照，然后让你享有国家考试认证的那个合格技师为你修你的爱车，不用担心说啊到外面修如果有问题的话要怎么办，然后你的准则在哪里。我们还有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精心的课程，像我们最近也上了油电混合的课程，让你的因为现在毕竟这油电混合是新的趋势，然后让你的车子说不要说担心油电混合如果到路边抛锚了怎么办，至少我们还会为你检修一下。目前轮胎武器经营那么多年了，其实各大品牌的也是有放，就是有经营过。只是说为什么之后选择做横滨的那个 YC 的电器这边呢？因为横滨在于它轮胎的多样化，然后在于赛车啦，跟一般的经济房车都有它的选择性。而且它现在更推出了那个 S1， 就是属于环保省油胎，就因应了现在市场的需求，说能更加的省油，然后让你安全更舒适，然后遇到坑洞的回馈性会更好。然后它相对还有出一个 V5。它轮胎的那个烧温性，然后安静度，它第一批就讲它的安静度嘛，在目前的客人反映起来，应该这轮胎是全球没人跟它比的轮胎，因为它是属于最安静的轮胎。我们都在说服务，有帮你做前后轮调胎服务，然后帮你全车做油电检查，然后清洁，然后顺便检查你刹车皮啊。我们不像一般的轮胎店啊，就是我们像属于全功能保修厂嘛，还有电脑整修啊，都是说你电脑在回厂的过程中，我发现电脑什么问题，我们就帮你做检测动作。然后相对我们在营运的大车规格，我们还换了我们的拆胎机啊，让一些大车客人都能进来我们的店家里面帮你做服务，不用担心说啊，在边缘地方一定要跑到台北市啊或特殊的电厂才去做，你帮你做维修，我们照旧一样可以帮你做到稳当的一些规格。所以像我们就蛮多客人有什么R8那些之类的车子，早就换轮胎，有空可以多回来这边聊聊天，检查一下车子也 OK 的。